来，下一个问你的问题哦。这边这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这是什么？黄色。黄色。绿色。非常好，你知道说明什么吗？你眼睛很健康，好吧？来，等一下呢，我会转过去。我要你在这三个颜色里面选一个，它就像红绿灯一样。你选好一个之后呢，把这个颜色放到那个信封里面去，然后把另外两个调换位置。那每个做完之后都是封起来的一个状态，每个做完都是封起来的状态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然后好了之后呢，当然也不要让我就是知道，你最好就是可以把它然后叠在一起。OK， 好，好，等下我转过去之后，好，请开始。决定好一个颜色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这样的话其他人也会知道说你选到的是哪一个。然后另外两个颜色的卡片调换一下。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OK， 好，现在我开始感应，看着我的眼睛。感觉到了，好，我不要浪费时间。绿色，哎，对了，好，那这次就算成功了一次。来，再来。现在我想要让它情况再混乱一点，因为现在还是会有同样的信封在同样的颜色里面。等一下我转过去，我要你帮我任意的调换，不要让有任何一个颜色的信封在任同样的颜色有对到同样的信封，可以吗？就把它打乱。OK， 来开始。好，一样把它放进去，封好。嗯，好了。好了吗 ？OK， 好。来，我先问你一件事情哦。刚刚你有去知道什么样的卡片在什么样的信封里面吗？有记住，嗯，有记住，好，非常好。因为实际上在这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问号？嗯，问号就是我的预言。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红色的信封里面放着的是什么？我记得好像是绿色。嗯，打开来看看。不是黄色，是什么？是黄色。哎，你是不是骗我？干什么东西？你黄色的卡片在红色的信封里面。如果告诉你，我一开始就有预言到这件事情。嗯，先不要急，还没完。你再往外拉出来一点点，它露出来是什么？黄色的信封，打开了。当然，最后绿色的信封，请你打开了。这就是三色，喂，好，这样三色信封，完美预言。